喜欢了。我磕了三次，看得特别兴奋，非常励志的。看完之后挺感动。咱们中国很难拍到这。我觉得做得特别好，社会应该有这股正气。这个绝对不是父权，我倒觉得自己相反做得很不合格。孩子就应该经过这个，因为小的时候我们还是不太会自己对自己有一个严苛的要求。你在众多的人中，如果说想做一个出色的人，你肯定必须要付出加倍的努力。他摔跤不只是爸爸的心愿，不只是自己的心愿，他还代表了一个国家。要说那个国家的话，那我还是赞同的。因为他们国家不是印度是14岁就开始嫁人了吗？那干嘛不主宰自己的命运？ Father is always good for every child. That's only for their bright future. 在咱们中国的话，我肯定是不赞成的，肯定是对孩子不好，不太赞同。兴趣很重要，如果要是我孩子，就是你喜欢干什么就干什么吧，没什么，我不会强加于你任何的事。每个人都有自由选择的权利，健康成长第一，就是这个是最主要的。I would first try, but then if it is not possible for me, then I would definitely not go for it. But still, I'll give my level best, and if I can't, then I'll give up.